说生命的第一声啼哭，就注定是来人间受苦。低头上去去折折起起伏伏，多少人在中途迷路，有人轻轻又恳恳地付出，却只换来三餐能饱腹。有的人从小就没了父母，有的人老来伶仃孤苦。人生这一路背着沉重的包袱，却不能随便向谁去哭诉，尝尽人间的痛楚，却没有人来救赎，半斤八两就来把我麻木。三餐能